Hello，同志们，下午好。我们现在中午没吃饭，现在搞个火锅，下午吃。我老公中午对付的，还是哎，你看你爸剩了3片牛肉，他都不会吃完。我跟我姑娘两个合伙做饭，你洗菜不是一个力气活。我来切吧。哎呀，不行，你切你都不知道怎么切。那我根本没有选择，好吧，真的是。一个没有选择的。盆儿。大白菜今天买的，哎，好大个白菜！你要不要白菜叶子？啊？我想要里面的心。你看，我特意给你买了一小把香菜。香菜。嗯。咱们应该先把火锅底料炒出来，宝贝儿。很快的。是吧？把汤煮开呀。我哪那么多啊？我买。啊。用这个小锅把它炒出来呀。然后放几片火腿吧，宝贝儿。很简单的，黄瓜吃吃。黄瓜3.48块一斤。我怎么一看到镜头我就不会说话呢？其实小嘴可会吧嗒吧嗒了。废话可多了，咱们废话可多了。来吧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多切一下口。OK。来了，那个水烫不烫？这个根，你看这么多都浪费了。不应该先帮我蒸一下吗？哦，对对对。外国的超级干饭王，看我妈做的菜干饭，菜干饭用菜焖的，这是什么？雪里红吗？这是？雪里红算吗？哦，你说这个锅呀？啊，这锅也可以。这锅会不会糊啊？你这个锅？不知道。糊过没？你这个锅？没糊过呀，我就搞面包，有什么好糊的？直接把它切了。哎，我的老腰！哎呦，你不要搞啊！我怕你切到呀。这个香菜根是不是还能种起来再长香菜？有可能，种花盆里得了。种了。哎，你放这，然后泡点水。对。像芹菜就这么种的。好。就这样。嗯。啊。韭菜可以，一茬又一茬，香菜应该也可以。嗯，这点没点的很那个，这么大碗干饭吃得得了啊？你别吃啊。小菠菜，你看，吃得完吗？嗯，洗一点点就干嘛了？来，切掉啊！挺干净的，先不切，切了不好，你全散了，你就跟香菜混一起了。把袖子挽起来呀！一会儿，你妈绣花呢，妈去干活了。小手露出来。哎呦我的妈！太胖了，回不过来，太胖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上抖音了。鱼豆腐，买了一点。我感觉那个丸子那个应该不好吃。我现在我理智了一点，你知道不？没有瞎买，我没有买很多很多那种。要以少以前2-3勺豆腐方吗？可以吗？豆腐方挺贵的，都吃不完，你搞这么多，8-9块钱一斤。豆腐方放这里，别搞那么多盘子了，搞那么多盘子占地方，收拾起来麻烦。把鱼豆腐跟这个放在一块，再给你切个火腿，这个不好吃吗？我觉得还行吧。
你吃过超市的吗？吃过，吃过。你忘了在好邻居买的吗？我们。哎，那每个超市味道不一样。啊，真的吗？完了。咱们香菜最香。全是泥沙是吗？嗯。我看两个试试。你再拿走。听说又吃饭了。还在窝里呢。还今天好淡定。因为没有肉。听说能吃素火锅呀。就切切酱的圆片。哦，不是还有卷子吗？什么卷卷？什么卷卷？肥牛卷。哦对，我都把这个藏忘了呢。花冻干嘛？这个、哎、那不然他一会儿就那个啊，肥牛卷是要花冻的。在哪儿啊？那个冰柜里。装什么样的？不是一盒的吗？冰柜啊，冰柜里的盒子，冰柜。这盒子我藏不了。冰柜不认识啊？没反应过来，买这么多？嗯。有两种吗？嗯。我不知道，你自己看，有牛肉的，有羊肉的吧，清楚啊。粉条要不要，小姐姐？啊？小姐，粉条要不要？叮叮，哦，这是肥，哦，这是牛，上面写。你爸说这个还可以，还挺真的，买了五盒一下。我们俩能吃一盒吗？吃完吗？吃不完再放回去给我爸吃。搞点白菜叶子还是白菜帮啊？不要了吧，好多菜、啊。那就不要白菜了。好多菜。这香菜是不是洗不干净啊？不能啊，你少放点水，我洗过。菠菜干净一些吗？嗯。香菜已经换了四。你把那个摆盘去。还是金针菇。然后去把那个，然后把卤肉给弄出来。菠菜挺干净的。菠菜这个可以吃啊，我跟你说，菠菜这个才有营养。菠菜，给我一个盘子吧。把水拧一下。不是没愿意洗菜是吗？洗菜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。带点豆腐泡，把它切开吧。切了。不然这样不好进味。用那个刀，你别说把手搞。要几个呢？五个就够了吧？好吧，我跟金针菇放一起吧，放这个碗子里吧。啊，好像是不是得洗一下？嗯，好像需要洗一下。冲下去，这油啥的。因为我突然感觉发现它上面好像有个黑的。但是有可能会被别人摸。有可能苍蝇还在上面停过。好了，收起。哎，我还要吃。我觉得我这个小盆，我这个小盆挺好用啊。你爸说没用，我爸是不是嫌太小了？对呀、啊，他的菜装不下。餐馆有没有给你洗这么干净的餐馆的菜？要放一下水，打开冰箱发现没有火锅底料，我要自己炒的。我家怎么还有一种？这是什么？这我爸买的吗？你爸直接买这玩意儿，当时自己炒，可这不是咱们买的。炒人家？我哪来的？不，就我爸买的。他买这干啥？我昨天看到他在这儿。昨天不是我爸去菜场。嗯。
到这个好人家了。这个煮那个牛肉炖萝卜那个用的肉，哈哈，我们做秘诀吧，弄得好。但是我们不能告诉他他就不会做饭了。他是要海底捞。你猜我想吃啥？我想让他认真的炒个辣椒炒肉那种小菜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很好吃有味道的那种就行了。我的要求并不高。豆腐泡、火腿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不知道啊，超市买的。然后底下有个鱼豆腐，金针菇，香菜、菠菜。好了，要给它洗，开给它弄一会儿。人茶几上是你的风格呀，你居然不在茶几上，那搞得油乎乎的。那你在茶几上吃吗？不吃在这边，因为还一边吃萝卜，可能嘣嘣嘣嘣的。用哪个锅？用哪个锅？用哪个锅？紫甘蓝吃不吃？拌点紫甘，明天回来拌吧。要不要吃紫甘蓝？对。这刀也太不好剪了。那个。我看着剪不出来，拿过来。这个刀是剪鱼的，这饭好了都锈了。这是好了。还有糊了。用筷子尝尝，热透了就行了。还是海底捞的料好吃，海底捞。海底捞还有番茄的这个底料。他们还喜欢用这个。好像糊了，有一点点那种糊了的味道。是吗？拿来看看。炒掉了，好像确实真的糊了，不是糊了，就底下可以了，像锅巴透了。